好，今天二月二号哈，接下来焦唱在海端乡的海端火车站，哦，海端火车站哈。那这个今天来焦唱那个新的爆战功进化版，叫做爆爱功，爆爱功哈，博爱的爱啊，基督耶稣叫你神爱世人，说要爆爱功。那个爆爱功的话是怎么唱呢？好，我暂时可以用朗读的方式。呼呼呼呼呼呼 ，Heart does all this， 帮啊呼吸，阿里气呼吸 ，Who does BB， 呼呼呼呼呼呼，啊，每个不能读的小朋友都要会哈。就是亚当夏娃的意思哈，我再示范一次 ，Who who who， how does have this， 帮啊不给，阿里奇阿里奇不给，不给，啊 ，Who does who does。BB 啊，就是哈大斯哈菲斯啊。第二句是邦啊布吉或邦啊里蒂。第三句是阿里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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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吉乌吉。最后一句啊，就是压轴的吴大师比比吴大师比比。好，就是好，再示范一次哈，再讲一次哈，就呼呼呼呼呼呼啊 ，How does have this 帮啊呼吸阿里奇五 G Who does BB Who does BB 和那个。棒球队的小朋友，足球队的小朋友，篮球队的青少年，柔道射箭队的，或者是田径的啊，都可以有那个口号，像棒球队他们有那个连那个什么，红红的太阳那个歌里面也有一些歪歌哈、哦。好，在最后再教一次哈、哦，第一句是就是呼呼呼。呼呼呼，哈大斯哈菲斯。第二句，邦啊古地，或是邦啊里地。第三句是阿里奇乌吉，阿里奇乌吉。啊，最后一句就是那个，最后一句就是这个乌大斯。BB， Who does BB 啊？就是像那个八大熊，我可以进去一点点嘛？那种趣味的、幽默的黑色幽默的歌曲哈、啊。那这个名画是谁画的呢？是关山工商哈、哦，关山工商，邱兴德，曾洛君，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家军跟秀慧，因为他那个刚好这边剥落哈，那个破皮，这边破皮六腿了哈，所以就不见了。那个这个创作者看到可以过来补写一下哈。好，最后我们再练习一次，呼呼呼，呼呼呼 ，How does have this？邦啊不给阿里奇不给 Who does BB 然后就呼呼呼呼呼呼好，非常完美 perfect， 这是吴大师 BB 的发散哈，好，看到没有哦，好，我希望
所有的母语老师跟老人家不要偷懒。我现在的母语老师很烂又很懒，很多老人家也是很烂又很懒。吃喝玩乐抢第一，教母语全部都弃如敝屣，抛在脑后，没有一个老人家很用力的在教孩子，在教孙子，在教曾孙，在教玄孙。即使五六代同堂，全部都是五六代同堂的哑巴、聋子、瞎子、残废。什么叫残废？听说读写都不会，叫聋、哑、瞎、残，对应那个听说读写哈。希望布农族的祖灵能够保佑所有的老人能够勤快的在他往生150岁往生之前，把他所有的母语回忆跟历史通通传给，用录音、用手机、用平板、用录音笔、用录影机记录下来，传给他的儿子、孙子、曾孙、贤孙孙孙辈辈，能够把布农族的语言传承下去。不要每天这些年轻人都在搞狩猎，只是想嘴巴贪图享乐哈，通通不学母语每天跟政府要打猎权通通没有要学母语，难怪布农语、阿美语、泰雅语台湾语全部烂掉，整天在想吃喝玩乐。狩猎是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是从狩猎过来的，全世界也都是原住民。台湾现在的原住民，所谓的官方原住民拿了多少的经费，全部都在花天酒地吃喝玩乐造成族群越来越衰败，拿越多钱，母语越烂办了丰年祭、收获节，全部都在喝酒，旁边的摊位全部都是酒摊、酒娼、酒妓酒女一大堆警察还不敢抓，县政府不敢派人，乡公所不要派人，分局不要派人离谱，自己所长不要抓人难怪原住民一个一个死掉，早死，连55岁那个提早的老人年金都拿不到，坐轮椅的坐轮椅，截肢的截肢，洗肾的洗肾那个失智的失智，瘫痪的瘫痪那个非常离谱整个拖垮整个家里面的那个正常运作，害你的孩子，害你的孙子，要牺牲他的幸福，牺牲他的工作，在外面发展的机会，要回来照顾不是很老的长辈，因为酗酒40岁50岁造成中风瘫痪，害垮你的亲人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那部落现在很多商店都卖酒给国中高中生，然后很多在部落里面骑车不用戴安全帽，酒驾不要抓派出所也不敢抓离谱自己早上拍那个关山镇新福里新福里就是阿美族部落，一个是电光、新福、德高跟龙兴然后那个阿姨有那个菜卖菜的阿姨有赞助吴大师弟弟100块叫我去吃饭，那我这100块要去拿去全联买那个经济包面条，大概1600公克100出头吧，吃面一两碗就没有，但是那个可以煮面煮食大概10来次，要去买那个经济包面条，然后那个阿美族阿姨很客气，有请我喝饮料。我非常感谢那个阿姨，那个和蔼可亲，那个才是真正的阿美族所谓的母系社会、母仪天下，待人以诚那现在很多部落的阿美族妈妈就是都在喝宝丽达威士忌很多问母语，然后看一下吴大师弟弟的行头，就说他不会讲，就说他不会讲这个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对不起祖灵，对不起天主耶稣基督对不起他们的祖先祖宗非常糟糕。这个装聋作哑的这些原住民长辈自己然后说不会母语唯利是图，狗眼看人，难怪小孩子不会讲母语。